行的时候还是船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开始于1972年美国金山盛世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跑香你要会跑的，不是说跑得快那就是跑香，也不是说跑得慢了那是跑香啊。要怎么样的呢？要很如法，很如法呀，很自在的。这行的时候啊，还是参这个念佛是谁，不是参我跑得快啊，我和你比赛，我比你跑得快，那简直的呢，就跑到我天涯海角去也找不着这个水啊。你要啊跟着次序大家跑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是跑一行，有的时候是跑三行，三个人并不一起跑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没有那么多地方，这个是跑一行。这跑一行啊，一开始不是跑的，这个一开始啊只是走，走了有15分钟，或者要到20分钟的样子，这时候才开始跑。跑呢是跑一圈或者两圈，最多三圈就打站板了。这跑不能跑的时间太久，跑的时间太久啊，把人又累得呼呼气喘的，那又不能用功了。这跑一两转或者是最多三转，只要这人呢跑的稍微一热了，这身上一热就打站板了，打站板就停止这个坐那种，因为这个周身气血都活起来了，活起来了再坐着，坐着呢你能以双夹趺坐是最好的，容易入定啊。这双夹趺坐，天龙八部都来护持着你，这一切的魔王啊都远避。你能双夹趺坐，一定就功德无量的。你可以这个你看看那个佛的坐都是双夹趺坐，那么双夹趺坐你要受不了啊，没有法子，回来腿硬的像铁那么硬，谈不上啊。那么要用烧铁那个炉烧一烧呢，那太费事了。那么你就啊马马虎虎的单夹趺坐，单夹趺坐了，单夹趺坐怎么坐的？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入定啊。并且我跟你们讲那个鬼笔禅师，那个双夹趺坐就是个金塔，单夹趺坐呢就是个银塔，你没有夹趺坐呢，就普通坐呢就是个泥塔啊。所以呢要把这个腿盘好了，把这个裤子呢也往上提一提，它就没有那么紧了，没有那么紧呢坐的比较舒服一点，坐那舒服，然后用这个或者毡呐，或者你穿的那个棉袍子啊，把这个腿包起来，包的能圆一点。这个举镜呢，看大家都把这个腿包好了，坐好了，没有人再那么摇摇动动的，把那个make too much noise呢，然后才举镜的。就是看着大家都做好了，没有人打其他人闲岔了，不是看着人家那还没做好，啪啪啪啪，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那个举镜呢不是打得很快的，那要慢
慢一点，啪啪啪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这在三楼，我听到下边直正直的太快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那不是放原子弹吗？这个要看大家都做好了才能指正，有一个没有做好的要等等一等他，啊，所以大家不要等着这个指正人等的，也就这样子，到打仗完了大家坐下就赶快把这个腿子包好了，因为这个腿子呢，坐禅这个腿不要动着，这个动着呢就用功不容易上路。所以必须要把腿包好了它，这个腿呀，你把它冻着了，它就不帮你忙了，啊，不单痛了，甚至你迈步都迈不动了，跑箱也跑不动了。这个身上呢，上身呢，有的我看见包的，把头都包上了。这个坐禅不是这样子的，头绝对不能包的，啊。头一定要露出来，你头这你那么冷一点你都受不了，甚至一个身子不要包的，只可以包腿子，上身你可以穿多一点衣服啊，你穿多一点衣服啊，它就不冷了嘛。你包上说难，难了你就睡着觉了，也用不上功了啊。这冷一点的上身冷一点它不会出汗，那么是好一点。坐呢，对，不要，我看那个国语常常我来调查，我有的时候看见他就这么，是干什么的？这不是坐禅的，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，不可以把腿弄起来这么样子，不可以的，啊，这样的要在禅堂里就是被打相反的，这一定挨打的。也不可以把腿伸到这个凳子底下那么样的坐，不可以的，啊，这个简直这都是懒，懒从懒的再不要懒的，就一点出息没有，这样的人，啊，这样的人才没有意思呢，啊，你不能那么随便的，不能这么我就愿意低低头就低头，愿意我这样的人不可以的。什么时候都这要这么孤军勇的，都像个金刚似的在那个地方，啊，你没有任何人有我这么样子，有力量的，啊，不用，哎呀，这个简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这还能修得到吗？真是倒架，啊。回答这种怪现象呢，太奇怪了。我当年美国这样看着你们参禅，这真是这些怪物太奇怪了。我从来我都不好意思讲，在维普里我也不讲啊，到这儿我也不讲。没有人背着盘子带着跑香的，没有的，这简直是太是奇怪了，这真是到底是荒野没有人的地方，所以我今天呢向你们稍微讲一讲，没有人推这个盘子来转的，没有的，啊，在这个中国，所以我到时候这是什么，我都不认识了，还好，这个奇怪的样子，没有人的这么推着一个单在身上，没有的，在禅堂里头没有一个这样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穿着一个棉袍子，把腿包的好一点，一点也不可以妨碍旁人的这个情形，不能弄得奇奇怪怪的样子，啊，你怕冷了可以穿多一点衣服，啊，而且国法本来都不怕冷啊，他一定要包个毯子。因为我对国法我是讲真话，我很爱惜他，啊，所以他做这个怪样子我不讲他。那么现在今天就讲一讲，还有其他人，你怕冷就可以穿多一点衣服，啊，
我也怕冷，啊，也怕热，所以呢，我什么时候，我就在禅堂里坐了这么多年禅，没有包括用的毯子腿上，就是在禅堂里睡觉啊，我在那个在这个湖北正角寺啊，跟做门头啊，晚间很冷的啊，我那个被子不往身上披，就是包在脚上啊。因为你这么坐着冷了，他睡不着觉更好吗？你暖了他就睡觉了啊，睡觉就不能用功了。所以我在湖北那地方，每天都闻到了异香扑鼻呀，那种异香啊，这个是特别的，和这个人间这种香味不同的啊。但是我也，你香就香，我也不闻的。但是不闻，可是知道有这股异香。这大概是啊，这个天上的天神呢，他看啊，这个比丘在这是很可怜的，他冷的这么样子。我那时候冬天呢，也是穿三层布啊，没有这么多的 sweat， 没有这么多的衣服。我倒没过是因为这个年纪啊也大啊，不愿意那么样的逞刚强，不愿意那么刚强，所以穿一点衣服。那时候冷得很厉害，我也是那样子，裤子也是三层布，上身也三层布，下身也三层布。湖北下雪，冬天的下雪啊，那么冷啊，就是在那个举胡子那嘛啊，那胡子长老啊，就是在他们。那时候一天到晚没有一个人踩我的啊，没有一个朋友，没有一个人呢拿着我当一个人来看的，就是拿这个人的就是废人啊，这样啊，他们想不到这个废人会跑到美国来。他们说一个朋友没有，是不是啊自己很孤独的，不愿意和人做朋友？不是，我对任何人都恭敬啊，和他们和平共处啊，和任何人我也不客气。不是说哦，你怎么又管我啊？不是这样，谁愿意管我都可以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可以管我的。那个这么大那个小沙弥，他愿意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啊，绝对不反对的啊，叫我去在地里拔菜，我就拔菜，拔回来把它洗干干净净，每一颗都洗干净的。那时候我做门口，在那看门口，又做这个源头去种菜，管理这个菜，到时候拿回菜给大家吃，又做水头啊，那个水要挑水，人不太多，有的时候二三十个人呢，都是我来担水给大家吃啊，收拾厕所啊，然后像我们三楼那个厕所那个味道太香了，没有一个人去把它修理修理。我本来有一天我想自己去清理那个厕所那个。我又怕你们看见呢，觉得啊，这个师傅太不守规矩了，应该啊做的事情他来干，所以啊，我等一等，你们这也都不够不净的，所以你厕所有味道也不要紧的啊。那么厕所在中国那个厕所不是这种抽水的马桶，是那种一个粪坑里头啊。要把它拿出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它满了，那样子，那简直的，是很那个味道很好的啊。可是在那个粪坑里那个虫子呢，它嚼得更不错啊。我那时候我就认识粪坑里这个虫子，说啊，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的？原来你是有妒忌。障碍啊，你又自私又自利，愿意吃
好东西，不愿意做工，所以现在跑到厕所里头来做虫子，吃这么好的东西。那时候我就对他们非常了解，所以我给你们讲，叫你们不要妒忌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你一妒忌人呢，就会跑到那个粪坑里头去啊，去净吃那个东西，这是一定的。啊，那么坐这个地方要平心静气，就是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这个样子。这个舌头呢，最好抬起来，舌尖顶上额。那么有这个口水呀，就把它咽到肚里头去。这个口水呢，这叫自家水。自家水呀，这是一个药字，这是一个甘露水，也叫长生不老药。你常常呢用这个功啊，你就什么病都会没有的，没有什么病的。你常常自己呀，把自己的口水，时间久了，它就会变成甜的，就是好像甘露水似的。那么这种呢，功夫你要长了，不是用三天五天就有所成就，要时间久，时间久啊，就身体健康了，要这样。那么你舌尖顶上额也不讲话了，就看这个念佛是谁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时间久了，你就会觉得很自在的。你多参加打几个吸烟，就会开悟的。我们跑香的时候呢，不是说是要像发狂了、发癫了那么跑，不是那样。跑是跑啊，但是啊，还是要用功。在这个跑香的时候也用功，坐香的时候也用功。不是说我跑一个特别的样子，我跑出一朵花来啊，这个莲花就在我脚底下，我这么一转就生出一朵莲花来，这简直发神经。